应验伫地上帝耶和华创造地极个，伊无夜也无星，伊个智慧无通测度。夜深个，伊予伊能力；软弱个，伊加添伊个气力。少年人也会夜未星，勇壮个人也会跋倒。独独我靠耶和华个，要得着新个气力。伊要亲像鹰鸟铁翅飞悬，伊走也无夜，行也无声。请兄弟起立，咱来坐念新的诫命，来告别咱的信仰。新的诫命，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独生子，咱的主，伊对圣神投胎。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，伊本有名得名来受苦，殿起的死埋葬的灵骨，第三日对死人又复活，上天那座全能的上帝大殿，伊要对遐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，共同的教会，圣徒相通，罪赦免，肉体搁活。请咱游完站着，咱做阵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让阮搁一摆聚集伫你的圣殿，用敬拜甲你相结连的时，阮要求你开阮的心，予你的圣神来充满阮。阮要做阵来高举你的圣名，要做阵来阿乐你的作为。也要做阵来献上阮的感谢，感谢你，伫阮还未认捌你的时，你就疼阮，拣选阮成做你的儿女，予阮有份伫你所为阮备办的产业。特别，阮要为着顶礼拜受洗的兄弟献上阮的感谢。阮要欢迎因进入这个大家庭，也要常常彼此关心。三体祈祷，恳求主继续看顾佮带领。虽然人生犹原会有风风，总是阮要踮伫你的疼佮稳定的内面，跟你的脚步坚持到落尾。主啊，暑假已经过了一半，我要求主祝福每一位青少年，予因把握时间，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。求主保护因脱离一切引诱佮迷惑，学习节制的功课，帮助因，予因无得佮这世间相款，利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并且明白甚物是上帝好佮通欢喜的旨意。教会内主日学青少年团契所安排暑期的活动，求主祝福，予参与伫活动中的每一位。信仰得到造就，智慧万啊加添。是阮的主，阮也要为着即马伫各样患难中的兄弟，排列阮的祈祷。愿主的喜乐成做因的快乐，愿你的救恩成做因的盼望。肉体病痛、经济的压力、关系的伤害、心内的无平安。有时阵，予阮感觉头前已经无路啊！总是人的尽头是上帝的起头。阮要抬头仰望你，确信你的确无弃杀阮，也要真做阮伫患难中及时的帮助。满有主爱的上帝啊！阮拢希望家己有好的人际关系，因为阮知孤单一人是无健康的。阮拢需要甲人建立关系。总是阮有可能伫人佮人的关系中受着伤害，也有可能无意中去伤害着别人。今仔日，阮要透过上帝你伫圣经内对阮的教示，也透过安牧师所要传讲的信息，佫一摆来思考怎样建立一个好的人际关系。求主使阮祝福伫今早起的礼拜，你的神佮阮相佮伫地。在你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
因咱三甲来交读启示录，启示录第五十篇，也是以赛亚书第六十一篇。启示录第五十篇，我来客，请大家来引。至高的上主的神临到我，找我去传好消息，予散赤人。宣布受掠的得到逃亡，宣布上主恩待人的年，安慰所有悲哀的人，伫世间悲哀的人，欢喜的油代替悲哀。伊受称作公义的手，我要用信息甲因报赏，因的后代伫列国会得到好名声。这声，所有欢喜因的人会承认因是上主赐福的子民。为什么礼拜日是一个值得快乐的日子？